哟哟哟！哪哪哪？好，我先开始，我先开始。我的名字叫做张天中，而我绝对不是蔡海瑞哦。今天来这里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好朋友蔡海瑞。我是蔡海瑞。我要说我自己的伟大的事迹。首先呢，我是来自于土土的小镇叫嘉义。嘉义呢出了很多聪明的人物，蔡海瑞呢就是其中之一。IQER 我小小一到小六，每次都拿第一名，上了初中每次都还是拿第一名，见了澳洲还是都是拿第一名。没关系，忘了和你们说，他是全台湾最强的听障生。哟哟哟哟哟哟，他说的没有错，我就是全台湾最强的听障生。错了，我是全世界最强的听障生。韩瑞说，因为特别有趣，让他来示范几个巧巧。的 fuck， 让我来翻译一下，他刚刚说的叫 what the fuck， 肯定是战天都卖坏我的，不是我自己写的。那我们第一名来说英文吧。Hi， my name is。瑞，叫海兰瑞，叫蔡兰瑞，说个博物馆给你听。你知道博物馆的英文怎么念吗？我来教你，叫做 museum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，欢迎下次再收听。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，这个时段在同时收看哦，不要忘记喽。